不久前，亚非银行和 New World Wealth 共同发表了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中国位居榜首，比第二名的俄罗斯富豪移民的数目还高一倍。中国富豪的移民国分别为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地。有文章总结他们移民的原因时说，吸引富豪的主要是环境、法治与安全等，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个更简洁的解释，他们多数是当下现代化发达国家，大家都喜欢现代发达文明。许多看似复杂的情况实际上都可以用文明或文明标准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文明当作一个类文学词汇，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学科以文明为坐标进行量化与复杂化研究。某种意义上，我们可能把文明真的遗漏了，我们也缺乏一个明确的文明体系来分析世界。在这种懵懂之下，20世纪前后的人们还曾经勇敢坚定地制定过许多宏伟计划，而他们目前看来都前途不妙，这种混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本节目试图把文明作为一个轴心来构筑一个全新的复杂体系，重新量化某些文明项目，并把文明再次阶段化、层次化，并用文明的视角去重新解释一切，包括移民现象，视为发现文明。这也是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文明衡量体系。人类文明发展有没有规律？中国文明为何如此？为何全球发展不同步？人们为何要移民？他们移民选择什么标准等？这些长期困惑我们的问题，可能都将在节目中得到初步的解决。我们这门学科还有一个全新的名字，文明学，因为这是一门以文明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文明学的另外一个重点是，通过重新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规律，来审视今天以及预测文明的未来。所以它也是一门有关文明规律的学科。由于我们的分析体系是基于大历史框架，所以文明学也可以叫做是宏观文明学或大文明研究。文明学或许不是一个新学科，正如文明并不是一个新词汇。自古以来，人类都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有文王、老子、庄子、孔子与司马迁，西方圣哲也不绝如缕。然而直到今天，在宇宙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气候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帮助之下，尤其是20世纪末大历史的视野之下，我们可以站在无数科学家的肩上，幸运地借助时代之变，越来越清晰地窥见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貌，从而得以进入科学系统地探索文明发展规律的征程。在今天突然增大的全新大视野之下，传统衡量文明的尺度明显太短，甚至短到不相称。西亚文明相对于大历史已不成比例，所以必须作废。我在《新文明简史》里也曾经提出，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义文明。当时的具体做法是把文明的实现从农业时代拉长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正如把只有几千年的历史拉长为无限长的大历史。在以往的世界史里，旧石器时代往往是空白或者只有短短的几页，核心内容则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但文明学不仅是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甚至旧石器时代也是我们的重心之一。文明的起点既然发生了大幅度明显位移，那么一场文明思想的学术革命其实已箭在弦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已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必将宣告之前的相关文明理论的过时。那么究竟何为文明呢？文明在不同的语境里
有不同含义。比如中国人提到文明本身就有两重含义，一个是指人类以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即 civilization， 而另外一个汉语的文明含义则是指适当的行为礼貌，相当于英文的形容词 polite。 那么文明学中的文明当然是指前边的 civilization， 即接近或涵盖传统意义上的 civilization， 只是时间的尺度更大。我甚至创造了一个英文词汇 the big civilization。 另外也因为文明学对地缘的特别重视，我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英文词汇 geo-civilization。 无论如何，文明学中的文明已大大不同于传统的文明，因为它的内涵不再是指农业社会以来的人类成就，而是指人类出现以来的所有人类成就和过程，即人类的起点就是大文明的起点，大文明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开始的。在本节目中，我也把这个大文明定义为广义文明，把以往的传统文明定义为狭义文明。以往的文明实际上又分为老百姓话语中的文明，以及严谨的学术用语的文明。老百姓的话语如上下五千年文明就属其中一例，而专业学者认为同时具有城市、文字、宗教、国家、金属冶炼技术的社会才可能被称呼为文明社会或文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文明。狭义学术中的中国文明其实只有3300年左右，在商朝中晚期。以文明学来看，我们的大文明甚至不是从5万年或50万年前开始，而是几百万年。人类文明的出现与宇宙的兴灭紧密相连，甚至生命的密码也来自于深邃的宇宙，这就是文明学确立的第一原则，人类文明受制于宇宙及其环境。按照今天流行的科学结论，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银河系是在大爆炸之后不久诞生的，太阳系则是大约46亿年前出现的，而地球出现于再晚一些的大约45亿年前。大约40亿年前，距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出现，两者之间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拉锯战，最终间距稳定在今天的距离。但事实上，月亮距离地球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将来有一天月亮可能会彻底脱缰离开，正如太阳有一天将会彻底消亡。宇宙在不断变化，人类文明只是宇宙中一瞬间偶然现象。银河系是一个不均匀的扁平球体状，太阳系围绕银河系的轨道也有远近，呈椭圆形，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冷暖周期。不过与地球围绕太阳的冷暖情况相反，距离银河系中心越近越冷，正是这些大小不同的冷暖周期共同影响着地球生物的进化和生灭。地球古气候还告诉我们，地球的最大气候冷暖周期是2亿多年，那很可能就是太阳系围绕银河系旋转一周的周期2.2亿年造成的结果。根据地质学、化学和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地球初期非常炽热，也没有任何生命，后来逐渐冷却，一些彗星带来了大量的地表水，这就形成了海洋与高山等复杂地形。大约35亿年前，有一种单细胞或有机汤开始在地球上出现。1924年，苏联生物化学家奥巴林第一次提出了原始地球上某些无机物在来自闪电、太阳光的能量作用下变成了第一批有机分子的猜想。
人们对于地球生命的起源目前尚知之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最初的生命胚胎在地球上遵循着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规律，最终出现了更为复杂的高级形态，并且还分化为动物和植物两个种类，而人类则属于动物种类。5.7亿年前是显生宙时代的开端，这意味着地球生物在此刻进化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之后，动物与植物开始分道扬镳。中外科学家在2017年发现的5.35亿年前最古老的毫米微型动物，是人类远祖的至亲。3亿多年前的一种鲨鱼，是地球上所有有核类动物的祖先。地球生物明显受到外部气候环境的影响，多次发生大规模灭绝。在几十亿年的地球生命演化期间，总共出现过5次大的生物灭绝，大多数地球生物都灭绝了，剩余生物则继续演化。最终，地球生物演化为高级生物的只是因为一些偶然因素，并且是从极少数的剩余幸存中演化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生物演化是一场偶然。现在观察到的全球气候变化具有许多周期，常见的有10-20个不同的时间周期，从最长到最短的周期主要有2亿多年、6000多万年、2500多万年、80多万年、10万多年、4万多年、2万多年、1万多年、1500到1800年、1500到1000年、700年、200年和100年、60年、10年、365天和24小时等。它们一环扣一环，影响叠加在一起，而地球生物以及后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就在这些气候周期之间生生灭灭，艰难发展。在距今258万年前，地球进入第四纪冰川，至今这个冰期还没有结束。第四纪气候变化的最大的特征是发生了多次大幅度的冰期、间冰期气候周期性变化。第四纪末次盛冰期顶峰在大约2万到1.8万年前，现今温暖的全新世是从1.2万年前开始的。类似全新世的温暖期在第四纪期间共发生过52次，有的温暖期比今天的全新世还要温暖得多。气候的变化还引起地理地缘的巨变，因为每次气候转冷都会把水分凝结为陆地上的冰雪，从而使海平面急剧下降，反之则海平面上升。比如末次盛冰期，海平面可能下降了130米。总之，地球表面并不总是如今天这样。比如600万年前，地中海还是一片陆地，2万多年前，东亚可能并不存在今天的黄河与黄海等。这种环境的刺激也许意外地引发了人类其他能力的提升，这就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一再出现的突变。其实这也是著名的应激说。非洲丛林转换为草原，使人类最初可能非常艰难，但很快他们躲避野兽或追踪动物的奔跑能力大大提高。最近的西方研究还证明，人类直立行走比爬行所消耗的能量更低。无论如何，人类的直立都是一项节能的智慧进化结果。至今，人类对于地球气候为何发生各种变化的了解在逐渐加深，对每年四季的冷暖周期已经有基本的认定，这就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复杂关系。学者们肯定以下几种情况对气候有明显影响：地球的轨道数值变化，如公转轨道、地轴倾斜、岁差运动等；太阳活动，如黑子现象、大的火山爆发、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变化，地球表面海陆分布的变化，而且太阳系相对于银河系以及银河系相对于宇宙的变换轨道等，也是更大周期的影响因素。除了外部的气候影响，地质学研究认为地球表面也一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它们直接影响了一些动物的进化路径，尤其是人类的进化。1912年，德国科学家魏格纳提出了大陆漂移说，他认为远古时期大陆聚集在一起，周围是海洋，后来四散为今天的各大洲。经过漫长的争议，今天科学家们基本认同盘古大陆的解散运动开始于 1.8 亿年前，至今这个运动并未结束，而是仍在继续。科学家预测，在经过同样长的大约2亿年之后，各个大陆或许会基本回归他们最初的位序，再次粘合成一体。这个大陆漂移导致了原先在一个大陆的各个生命体开始在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下发展，最终它们又走向各自不同的命运与样态。几千万年前，大陆已接近今天的形态，但各个陆地上的生物分配并不平均，相互隔绝的大洲间生物交流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些隔绝造成了差异，而差异又一代代被继承下来。比如早期人类的进化就是个旧大陆现象，人类的进化与新大陆完全无关。假如当初的灵长类祖先出现在美洲大陆，今天的人类文明史必将彻底改写。所以人类史从一开始就有某种宏观必然性，那就是接受大自然的干预。可以肯定，人类发展的外部环境气候与地缘是人类永远无法反制的干预因素，人类将永远被动于他们，从属于他们。假如说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定律或规律之一的话，那么这就是绝对的，如同地球有重力加速度一样，是一个可见的铁律。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可以脱离气候与地缘的影响，这是非常肤浅的看法，只是古今干预的程度不同而已。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相对隔绝与遥远，尽管导致了人类的进化仅止在旧大陆进行，但其他诸多动物却并非如此，比如恐龙和马匹以及狼群就在几个大陆间到处奔跑。所以人类是地球上一种非常被动的动物，这可能是由于它们很早就无毛的现实所决定的。白令海峡其实很狭窄，它的隔绝并非主要是因为海峡的宽窄，而是因为此处距离非洲这个人类的温暖摇篮十分遥远。它位于北极圈内，而太平洋又太辽阔，所以喜暖而无毛时期的古人类就很难从非洲到达北极再穿越冰水。大西洋的北端同样长期因为位于北极寒冷地区，也没有猿人光顾那里。人类在旧大陆演化了几百万年也没有进入美洲，首先说明气候与地缘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关卡。人类不会飞，游泳也是仅可短程为之，人类早期也没有到达过澳洲大陆，直到大约6万年前人类才从亚洲岛链进入澳洲大陆。然后因为气候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岛链消逝，澳洲人从此与其他地区的人类彻底失去联系，几万年来与大陆没有往来。所以早期人类就是自然环境的奴隶，就自由活动方面，他们甚至不如其他有皮毛和翅膀的动物境况。马匹、狼群和鸟类都比人类更自由自在。从
裸猿及其后代在26000年前从来就没有越过白令海峡的事实看，人类的祖先起码在200万年之前乃至更早就应该失去了御寒的毛皮。有人推测最晚不过120万年前，最早不过600万年前，最大可能就是在直立人期间人类祖先开始脱毛，最终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古人类主要是在非洲演化的，这在今天已成为一套科学界的共识。最早有关古人类的演化史是100多年来从各地的古人类化石建立的猜想序列。20世纪是人类进化树的主要建立时期。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说明人类是由已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在此之前的西方世界只认同旧约的创世纪逻辑，认为世界与人类都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各地的大洪水故事可能是由一些中亚与西亚附近的强势人群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1922年根据人类早期神话接近而判断他们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这可能是错误的。之前的文明起源论是各地独立隔绝发展论，荣格也肯定持同样结论。但是在21世纪人类文明为总体同源的结论会越来越被广泛赞同。与旧观念配套的人类起源论最早也是各地独立起源论，这些都是错误的。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新结论，旧体系会逐个坍塌，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神话世界，依据化石序列建立的古人类起源是一个新体系。但是黄雀在后，21世纪的分子人类学又基本推翻了部分化石序列的现代人起源。科学发展就是如此残酷，前浪推后浪，明天的人们也会推翻我们今天的部分看法。早期由于人类进化在欧洲研究的比较透彻，发现化石也比较多，一度人们认为人类是进化于欧洲，后来中国也有发现，但最终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人们将目光锁定在非洲。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南猿骨架，以后被定名为阿法南猿。其生存时代超过300万年，它就是著名的 Lucy。 1990年代大批的猿人化石在非洲继续被发掘出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猿人数量与时间长度上都与非洲地区的不能相提并论，从而人类在非洲连续几百万年的进化链得以最终确定。科学家们推断年代最早的类人猿在非洲的存在时间可能远达3500万年前，其后类人猿在非洲之外的旧大陆也屡有发现，但无疑非洲是猿人化石最多的地区，并且从化石链到工具的起合，从数量到进化链，都证明了非洲就是猿人进化的天堂。并且今天的人类学家从古老的猿人化石推测，人类祖先在700万年前已经开始试图直立行走。21世纪新兴的分子人类学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继续确认我们人类的祖先现代人也是连续进化于非洲，并于大致7到12万年前数次走出非洲。可能他们与北方旧大陆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
以及一些未知的古人类曾经发生过少量的杂交，最终他们的子孙散播于全世界，进而发展出了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活动。包括人类的地球生命是大大小小的气候年轮缝隙中的幸存者，很多物种不能越过这些气候灾难就永远消失了。人类在进入现代人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面临过灭绝的危险，有人推测可能某些时候非洲只有一对现代人的夫妻存在。古人类在几百万年时间里为何主要在非洲进化，这是许多人的一个疑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逆袭军在科学上就人类起源方面认为，在最初的2000万年里，灵长类动物在温室一样的环境中发展，在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都有灵长类动物的足迹。大约距今4000万年前从亚洲起源的类人猿扩散到非洲，从此在那里得到蓬勃发展。稍晚些时，非洲的一些类人猿通过某些未知的途径曾经扩散到南美洲，由此演化出今天的阔鼻猴类灵长动物。在距今3400万年前，地球气候开始下降，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灵长类动物灭绝，只有非洲的类人猿支系得到极大发展，其中就包括我们人类所在的支系。又过了1100万年，也就是距今2300万年前，没有尾巴的真正猿类在非洲演化出来，距今大约700万年的晚中新世，能够直立行走的人类支系与黑猩猩所属的支系分开。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也就是人类学上的人属动物，还要再过400万年才能出现。这些早期的灵长类动物发展与气候有着直接的关联。非洲具有旧大陆最广大的赤道地区，灵长类动物与没有毛皮保护的人类都是喜暖动物。原始人类基本不能抵御零度以下的严寒天气，只有温暖条件下才能发展进化，这使得数次冰期之中只有非洲的猿人得以延续进化，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很可能因为严寒而多数灭绝。地理因素也一直影响着地球动植物的进化发展。非洲的另外一个优越条件就是它们有非常复杂多样的地形。在东北非这里有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大巴，东非大裂谷，这个大裂谷一直延伸到亚洲，全长5800公里。东北非大裂谷还分布有各式各样的火山群与熔岩湖，这就使得此处在个别极端气候下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环境，使个别猿人群体在寒冷期也可以延续下来，而其他地区的古猿在冰期多半只有灭绝的命运。气候的另外一个变化向度是干湿度，极端的干旱也会导致食物链的断绝。另外，人类进化集中在东北非也可能是因为尼罗河的存在。尼罗河是非洲乃至全球的第一大河，全长6600公里，它的特殊之处是它是从亚洲进入非洲的第一道屏障，被北方极端天气压迫的猿人假如需要回到非洲取暖，可以沿河进入上游的非洲赤道地区。但尼罗河是一条南北流向的大河，直插非洲的赤道中心，多数的人类化石或突变工具分布在尼罗河的东岸地区而非西岸，这是因为猿人南下时只能贴着尼罗河的东岸南下，他们不方便越河进入河西，所以最终河东的东北非地区就成为古化石或旧石器工具的集中地区，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
就成为了猿人的进化天堂。文明学由于是大文明，所以我们将文明的起点时间拉伸到人类起源的时间，因而大文明的起源时间即为人类的起源。那么为何不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直接命名为人类发展规律呢？因为会产生歧义，或者会与其他学科有重叠，比如人类学。很明显，文明学讨论的核心不是人类，而是聚焦于人类所创造经历的文明及其发展规律。所谓文明，也可以认为就是人科动物脱离自然的一系列状态和过程。因此我们也必须要讨论一下人类的定义，因为文明学认定的人类出现时间就是我们大文明的起点时间。何谓人类？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如同文明，也是五花八门。这源于史前史的研究本身特点就是不确定，可以说一切史前史都是假设。从生物进化角度分类，人属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人种。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后期进化过程又被人类学家划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约700万年前出现的撒哈尔人，约600万年前出现的原初人，约580万年前出现的地猿，约420万年前出现的南方古猿，约250万年前出现的能人，约180万年前又演化出的直立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在非洲进化，不低于80万年前又出现了智人。智人又分为几个不同的支系，比如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大约3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现代人。最后现代人胜出，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类的祖先。在哪个节点上人类开始出现，这是个焦点问题。我们截取哪个时间点为人类文明的起点，肯定是有特殊考虑的，不是随意的。这个考虑的支点主要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益，否则我们就放弃。文明学对人类的定义考虑从火的使用开始截取为人类的起点，这主要是从文明发展分析的角度看，自从有了火的使用之后，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是火的使用开始区别了人与其他的动物，并且这个时期与传统人类学直立人的划分，也就是180万年前左右这个时间点非常接近。人类使用火的历史其实也不是十分确定，目前最早的用火证据是150万年前，但有学者推测200万年前人类可能就已经开始用火，也有学者认为早期的用火证据都不是很可靠，一般认为在17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使用火，200万年前就是我们文明学的大致的人类定义起点。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人类用火时间和比较先进的阿舍利首府出现的时间大致接近，甚至它们之间可能有因果关系。这个时间点就是大约175万年前。对人类，战力尽管也很重要，但是远不如火来得更坚实，更具有文明的特性。火的特性，它的光明与温暖，它的脆弱与维持的技术难度，都可以视为文明最初的光辉形象。五
吴如康曾经将人类分成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能够直立行走只是成为了生物人，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才演化成社会的人。绝大多数传统学者是将制作工具作为人类文化之始的。火是文化中的文化，工具中的工具。火不仅仅让人类变得不同寻常，而且火让人类的实际生活条件大大提升。人类开始品尝到以往未曾享受到过的美味，火还可以消毒，火可以让人类安全地获得肉食。夜晚的篝火肯定给无数祖先带来过心灵的安慰。火不仅可以吓退野兽，而且可以提供调节气温的舒适休息环境，享受到舒适的居住与食物条件，从而火总体上可能也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在传统社会里，老人是个宝，就是因为老人是经验动物，可以为后代提供诸多智慧。假如人类的平均年龄太低，一则不利于繁育后代，二则缺乏智慧积累，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智慧发展。在原始时期，人类平均年龄只有十几岁，所以在直立人时期获得火的使用功能，应该是人类的第一次文明飞跃。阿舍利首府也在此时突然出现，不应该是个偶然。从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看，火确实带动了一次人类革命。人类文明发展也是人类智力智慧发展的一个过程。类人猿时期，人的脑容量仅为50毫升左右。在人类开始用火以及阿舍利首府出现的同时，人类脑容量突飞猛进到1100毫升。这个变化可能都是因为火的使用带来的结果，所以人类进化应该首先感谢火。因而接下来人类没有火崇拜几乎是不可能的，火也可能是人类的第一个崇拜对象。一直到狭义文明时代，众多的宗教信仰都依然与火的特性相关，比如现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等，都与火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文明学将火定义为人类的开始，文明的开始，也可以看作是原始火崇拜的一个延续。人类文明之路是由火照亮的。对人类文明的科学研究是近代才开始的。有关人类进化与石器时代的划分是19世纪的产物。我们对于狭义人类文明史的认识时间更短，现代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也只有100多年，严格的世界史的书写甚至不到10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依然处于一个认识并不稳定的阶段，然而这也正是它的奇妙之处，一切才刚刚开始。在今天的高科技支撑下，文明学的出现也不是偶然。旧石器时代的开端时间在不断的刷新，截止最近的消息，猿人打制石器的时间已推至330多万年前。专家认为其他有些灵长类动物也会打制石器，但是一般达不到阿舍利首府的程度，所以我们定义人类的开端在阿舍利首府这里就由此考虑。也就是说，即便是旧石器时代，有些猿人的行为其实与其他有些灵长类动物的区别不大，所以就不能看作是人类独特的文明行为。1836年，丹麦学者汤姆森在对博物馆策划时做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排序。这样的分期被国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并成为以后对人类历史进一步分期排序的基础。1865年，
英国自然学家卢伯克将石器时代进一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总体而言，旧石器时代大致指10000多年前到几百万年前这段时间内人类早期的进化阶段，打制石器是它们的一种主要标志。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标志则是磨制石器。新石器时代也是农业文明时代的开端。300万到250万年前的能人时代就是著名的奥都威石器阶段。能人的意思就是会打制石器制造工具，同时这也是传统认为人数的起点。之后更先进的阿舍利首府的使用者是直立人。这些石器类型主要或最先都是在东北非发掘出来的。整个非洲与旧大陆各地的石器发展并不特别均衡，且分布一定与气候的巨变有关。假如有人希望文明学把人类的起点定位于300万年前，其实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与从火的使用开始没有特别大的实质性区别。1930年代，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 Morvis 按照阿舍利首府在全球从175万年到20万年前莫斯特时期出现前的分布绘制了一个说明图，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线图。世界在他的笔下划分为先进、落后和文化空白区三个等级，东亚被划分在落后区域，实际上属于全球的中等地位，因为还有更遥远的无文化区，比如北亚、美洲与澳洲等地。最先进地区是非洲，这并不意外，但是西亚与欧洲也属于最先进区域。这个划分让一贯骄傲的东亚人或中国人十分震惊。这种先进与落后状态持续了长达100多万年，几乎从来没有被打破。所以我们可以约略夸张地说，中国自古就是落后于西部的。很明显，莫氏线划分是一个气候影响下的地缘传播效应，因为人类连续在温暖的非洲进化，与非洲接近的西亚、南亚与欧洲南部地区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而成为先进地区。气候才是一切的背后推手。在旧石器时代里，每一次冰期的到来都划定了非洲人向外扩散扩张的边缘，而东亚是这个扩散地图的东北边缘地区。这个旧石器分布深刻影响了之后的世界，甚至可能对东亚、美洲等地区产生了一个隐蔽的长线压制效应。为何是人类创造了文明而非其他动物？这个问题也可以转换为，为何是人类而非其他动物最终几乎统治了世界？或曰，为何人类可以发展到今天如此的智慧高度？甚至是，为何上帝拣选了人类？答案都在人类早期的进化当中。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是数个因素集合的结果，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总体又分物质与精神两个途径。就人的发展而言，其物质硬件就是人类的生物进化，比如人的四肢、脑量与咽喉发音条件等。最重要的两个人类条件是灵活的双手与语音语言的形成，这两个条件之一有赖于大约700万年前开始的古人类直立。直立解放出了人类手的功能，利用咽喉与口腔的发音并非人类独有的现象，一些鸟类与犬类等动物也可以模仿人类发音，但延续至今的许多猿类却不能发出人类的声音。这也说明人类的发音与说话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一个偶然结果。
有些科幻电影里，外星人根本不会讲话，但却有很高的科技水平，那是不可能也不科学的假设。要达到人类这样高级生物的智慧，必须要会使用语言文字功能，因为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复杂思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否则他们就无法进行高端的科学活动。智慧生物当然可以发展到更高阶段时，放弃生物性原始语言，而改为其他语言体系，比如计算机语言就是其中之一。但早期普通的高级生物之间的便利沟通，还是需要普通的人声语言。科学推测，人类的发音条件是随着现代人在大约20多万年前产生的，也就是说，发音条件可能是伴随着现代人在非洲一起出现的。或许，这就是现代人最终打败其他智人的一种秘密武器。地球上其他动物也有基本的语言能力，比如狼群或猎狗都可以进行比较复杂的集体伪猎。大雁与其他动物的迁徙与生存也需要依据语言的辅助。人类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们最终还将语言转化为可以固定流传的文字。大约7000年前，人类开始创造文字，这是将人类文明推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此之后，人类的发展具有长期隔代传承积累的明显特征。一代的人死去，但他们的知识与思想遗留后人，从而是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继续向更高级社会前进。这才是人类文明突变的武器，也是狭义文明的起点。目前，除了人类，没有任何其他动物具有文字书写能力。假如说文字是一种借助非生物的外力能力，那么到20世纪，电力与电子世界的发展使人类又进入另外一个借助外力的新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加速度效应更为明显。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逐渐从使用自身内力到逐渐借助外力的过程。越高级越发达的文明使用外力越广泛和普及，并且原理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回顾人类进化史，我们或许可以将火的使用作为第一项借助外力的行为。从简单的使用石器、使用火，到使用文字、电力、计算机、互联网等等，都无不是在挖掘地球的资源转化为人的力量，以更好、更快、更多的保障人类的生存。某种意义上，借助外力的程度就标志着文明的程度。回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为何上帝拣选了人类而非其他动物。其实这也可能是一个偶然。人类的大脑智慧随着火的使用逐渐增长，几十万年前的现代人大脑已接近今天的人类大脑容量，但是大脑比人脑大的动物地球上大量存在，它们都没有发展出明显的可以借助外力的文明奇迹。看来创造奇迹的不是某一项人类生物功能所致，而是数项并存于一体的奇迹。所以集合才是关键，体量适中应该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得天独厚生存下来的一个原因所在。这项条件一般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体量过小就会很容易被其他物种消灭或干扰，比如蚂蚁。另外，体量过小很难建立种种复杂文明工具。蚂蚁社会很复杂，但是让蚂蚁建立一个核电站就非常困难。假如人类过大则消耗过巨，很容易遭遇极端地球生态变化如冰期的打击。一旦食物链断绝，就会更容易灭绝，如恐龙等。
另外，人类是一种双栖甚至多栖动物，这也是一个优越条件。海洋与陆地，高山与大海，草原与沙漠隔壁，人类无所不至。多栖这一人类特性比大半单栖动物具有一个适应优越性。比如海豚、鲸鱼、章鱼，它们若离开海洋，一上岸就等于自杀。另外，从人类的发展参考看，水中的生物也是无法发展出文明的，除非它们上岸，因为它们无法书写，从而不可能建立高级文明。还有，人类最早是吃素的，后来变为杂食动物。杂食本身也是个优势，因为它增大了人类的生物适应性。我们发现人类并非一种出类拔萃的生物，但是将它们的诸多特点并列共存于人这一体，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人类尽管也有一些劣势，比如不会飞，比如牙齿不够长，力气抵不过老虎，体积大不过大象，但是却集中了几项最必须的硬件于一身。这些条件可以使人类站得高、跑得快，能打败大多数危险动物，适应性极强，其聪明才智又可以支持他们熟练地制造工具，获得食物与保护自己。当语言能力又使其具有超强的沟通组织能力，最终复杂社会乃至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就呼之欲出了。对于为何独独人类可以发展出文明奇迹的条件推论，是我们看到人类本身的生物条件逐步形成和进化，就是一个不断筛选和甩掉其他动物的一个奇迹。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疑问是，其他星球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智慧生命吗？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知道地球上已存在过千万种生命形态，但至今几十亿年来，只有一个物种最终进化为人类这样文明的载体，所以这种几率非常低。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地球上的生命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和发展结果。所以只要其他星球上具备类地球生存条件，就也可能演化出类人智慧动物。但是在外星球里具有地球这样生物环境的星球本身就极其罕见，即使有的话，几率也不会很高，寻找到外星人的几率就更低了。所以寻找外星人的排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找到一个类地球星球，同时这个星球起码应该存在不低于37亿年，以给生命进化提供足够的时间，最后才是产生一种具备大脑智慧、手的灵活功能以及语言能力等多功能并存的动物。同时这种动物还不能生活在水里，比如章鱼既有手又有聪明的大脑，但它们不发声。最重要的是在水里它们永远无法书写，所以它们不会产生狭义的文明。这就要求智慧星球应该与地球的条件接近，气球或水球都不可能有智慧生命。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在宇宙中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在此之外尚有半径为10亿光年的银河系，其中就分布有千亿颗太阳系，而宇宙中还有千亿个银河系。在如此大的一个基数里存在着外星人，或许并非仅只是一种可能。至今在地球上并没有发现其他文明痕迹在地球上出现过，人类的进化与文明的发展环节非常清晰，所以即便有外星人存在，但也可以肯定他们没有造访过地球。并且今天没有科学证据证明
他们曾经干预过人类的文明发展。人类的进化以及文明发展井然有序，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所以文明学在目前排除了外星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干预可